新闻深深红红。让心情好好地放个假，我的少女时代讲述一个平凡的高中女生爱上校草的故事，本来打算跟校园老大合作，却意外擦出爱的火花。不管是有没有穿着鞋子或是穿着溜冰鞋真的，她都是很容易跌倒的一个女生。那大大小小 OK 可能就是数不尽了。每个女生心中都有属于自己的青春情事，故事引发共鸣。上映首日一举击败《脑筋急转弯》《不可能的任务》《绅士密令》等强片，成为今年第一部开片日就玩疯好莱坞的国片。两天下来，全台票房突破2500万，更登上了美联社新闻。新闻内容表示，《我的少女时代》有望可以成功复制4年前那些年的模式，再创台湾、香港票房。两者都是讲述初恋有点苦涩的爱情，但这次是以女性的角度。我觉得青春就是这么多酸甜苦辣综合起来，那它才叫青春嘛。嗯，对，那只是那一段时间里面，因为，小事都是大事。你们只是因为说这样像，我觉得对我们每个人都不公平。对啊，不是因为我兄弟叫柯震东，我就要跟那些人比。杀青。都是校园爱情故事，但题材内容叙事方式和那些年不同。我的少女时代被外媒认为有机会再创亚洲热门话题风暴，也让沉寂好几年的国片再度燃起希望。记者黄一文、黄静莹台北报道。